我不敢收，这怎么说的呢？吴掌柜，我们可是奔着您老来的，你看你就收下吧。啊，吴掌柜，我们是什么来路啊？您是什么来路啊？就是、我们怎么能跟您比呢？对对对，我们为了这货色可不容易了，您开个价吧。对，我们可是冒着杀头的风险，你无论如何得要开个价。啊，三千两，把你们两个搭上也不值3000两啊。 3000两，三百两，3000两。哟，这太少了，我们还是冒着杀头的风险呢。是啊，我收你这货，我也是冒着杀头的风险。哎呀，这也太少了，你倒是再给点。走走走，这我不卖了，不卖了，走走走。我看您还是再加点吧。啊，怎么样？哎，加点儿啊？加多少？请啊。 不卖了，走走走，不卖了，不卖了。嘿嘿，这胡商道还知理，有什么稀罕之物，知道时常给我送来。那当然了，老爷也没少帮他的忙啊。单说上回那茶叶的买卖，他强买强卖。 被人告得官府，老爷您一到，还不是将这四乡八方的茶叶一股脑叫他收去了？嘿嘿，你不知道，此番他又想买城外那棵银杏树。哦，嘿嘿嘿嘿，我还没答应他呢。老爷，据悉那盗窃先帝之墓的贼人已前来本县。哦，此消息确实。 千真万确，老爷、夫人，此图上所画皆是此番先帝之墓被盗之物，尤其那套玉碗，乃为秘色，堪称绝品呐、啊！哦，这就是那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琢浆来的秘色，正是，价值连城啊！ 当今朝廷严命，定要追回宝物，将贼人捉拿归案。故意派快马将此图送往各地，并特派一名钦差查办此案。眼下钦差正在前往本县的途中，不消几日，人可就来了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哎，钦差，不，师爷，赶快派人扎建牌楼，恭迎钦差。是，回来，还是？ 派人先捉拿盗贼，等钦差一到，交给钦差。是，回来，我看还是派人先查牌楼吧。是。哎呀，依我看呐，老爷带人去抓牌楼，师爷带人去抓盗贼，这不就行了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夫人言之有理，还是赶快派人捉拿盗贼。快去啊！行迹可疑者，全部带来本官查问，不可漏掉一个。是，快去。 老爷，过来，赶什么呢？过来，小人乃是读书之人，读书人，看你这些盗贼，带走，带走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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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
哎，进进进！哎，您坐边上，快点啊！哎，来，今儿钦差大神要来了！哎，是是，哎，快点快点！来来，帮帮帮！哎，好嘞好嘞，整理一下啊！哎，好。哎，上面接着啊！哎哎，走！哎，好，小心啊！哎，把那边旗子拿过来，拿过来！好好好好好好！哎，快快快，快点干啊！哎，是是是，快点老爷，快点！哎，看好了，本县令有赏。哎，谢大人了，谢谢老爷。啊，哎呀，老爷当心啊！哎呀，把这地上的碎石木片全都给我捡干净了，当心硌着钦差大人。
哎，闪开，闪开，闪开！哎，闪开，闪开啊！闪开！你们不要动，闪开不！启禀大人，前面路中间有个疯和尚挡住去路，说他的讨饭碗丢了，一定要大人您给他找回来。要我找碗？把他带过来。是。落轿。哎呀，钦差大人呐、啊，钦差大人呐、啊，哎呀，钦差大人呐、啊，哎呀，我和尚的讨饭碗丢了呀，请大人明察呀。那皇上的碗是碗，我平生的碗也是碗呐。你的碗是什么颜色？雨过天晴，云破处。这般颜色着将来，蜜色都是找碗人。哎呀，哎呀，钦差大人呐、啊，你好威风，好气派哟！如此大的场面，你也能听到实话，也能知道谁在你面前弄鬼呀、啊？我看平生的碗呐、啊，不能指望你喽。嗯。起轿。客官，您请，请。客官，看货呀？随便看看。啊，小店有玉镯。哎，还有金钗，哎，这可是上品啊。嗯，嗯，客官，您若想要旧货，里面有古时的玉佩、瓷瓶，哎，这个你看。客官，你想要的东西他们这里没有啊。师傅，是您啊。你在找碗，我也在找碗，哪能不碰面呢？不过我的碗嘛，他们这里不要；你那个碗嘛，他们这里要不起。那么，还请师父多多点拨呀。哎呀，我的肚子还饿着呢，现在请我吃饭吧。哎，那好，那请，请。来来来，吃鸡，这鸡很好吃呀。哎呀，我这是豆腐，你那是肉。啊，来，这样，请。哎。我请你吃，你也请我吃啊！哎，不必客气，不必客气，吃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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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吃啊，吃啊，吃啊！哦，听说有一个酒肉穿肠过的济公活佛，哎，莫非您就是？贫僧道济，道济，道济，嗯，吃啊，吃啊，吃啊，嗯。喂，涂山天气，哎，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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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哎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哎，这回可是你们找的我啊！哎，店家，哎，客人回来了，哎，老板，老板来了，来来来，请，请，哎，先打洗脸水，打洗脸水，先洗个脸啊。施主，你不是也要住店吗？贫僧看这儿不错，你呀也住在这儿。哎，仔细点儿，这儿一定要刷干净啊！咦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小姐，我们在洗洗，刷刷。哦，土豆啊！这可是，这可是名贵的药材呀、啊！什么名贵的药材啊？我们在家里当饭吃。快点洗，快点洗，啊，快点洗啊！哪位呀？哪位呀？啊！哎，哪位呀？啊！
你应该在房间里歇息。歇息？对，萨德尼斯先生叫你去吃。吃什么？我也说不好，叫吃那个小姐，是请你去吃螃蟹。去螃蟹，螃蟹，去螃蟹。老先生，你救救这可怜的孩子吧，这可是我们家的独苗啊。此病已经耽搁得太久了，老夫实在是无能为力了。先生，这还有。好。我的孩子，前几副药既然无用，这个药钱你就拿回去吧。这真的救不了了，求求你想想办法吧。苦命的孩子。听说呀，胡商家有那个什么西洋神药，专治中药不治之症，你们是不是到那儿试试？那我们就去试试吧。可怜的孩子。谢谢老先生，谢谢。下一个。先生，请你发发慈悲吧，救救这孩子，要不然孩子就没命了。就这点银子不够，求求你了。走开，我还要做生意呢。来，下一个。求求你大人发发慈悲吧，救救这孩子。小姐，求求你卖点神药给我们吧。对不起，我们没有药，我们生病吃的是中国的草药。你们有专治不治之症的西洋神药啊！求求你，小姐，求求你了，小姐，求求你了。老夫人，一起来。那不是神药，我们当饭吃的。当饭吃的？这是假药的。神药啊！谁说假药？骗子！金贵着呢。老朋友，不要乱说。等，快把命令！这么贵的东西，太不像话了。真人呢？就是嘛，萨德尼斯先生，你救过我，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，我不愿意别人以为你是坏人。老威呀，我们回去吧。等，哎呀，你那个西洋神药是当饭吃的，我这个当饭吃的也是神药嘞。来，不要。